好，吉安乡公所为了要推广环境保护地球、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理念，在各项活动的场合当中，都由清洁队在现场进行资源回收兑换好礼的活动。民众只要将家中用过的行动电源、废干的电池、保特瓶、铁铝罐、手机、键盘等带来现场回收，就可以兑换精美的小礼物了。为推广环保护地球、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理念，吉安乡清洁队在每一次的活动现场都举办了资源回收兑换好礼活动。民众只要把家里头用过的行动电源、废干电池、保特瓶、铁铝罐、手机、键盘等带来现场回收，就可以兑换精美的礼物。亲近家园，环保护地球。吉安乡针对我们锂电池还有电池进行快闪的回收，未来会在每一个公园任何的一个活动场合出现，希望我们可以做好洁净家园，真心为我们的地球守护的工作。我们知道电池跟锂电池会造成土壤以及环境很严重的污染，甚至于无法种植，所以我们针对锂电池跟电池来作为一个环保回收做这个宣导的活动，非常丰富的奖品跟赠品送给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，一起来亲情来做环保，从基层做起，往下扎根。我们看到小朋友拿的一串一串一袋一袋的电池来，我们真心的感谢我们的家长乡亲一起为我们共推洁净美好而努力。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环保资源回收，等待我们吉安乡公所快闪回收送礼物哦。许多乡亲得知这项讯息，在参与每一场吉安乡的活动时，也都会特别把家里头的回收品带到现场来换使用的好礼，更有许多是亲子一起来做分类回收，让孩子们从小扎根环保意识，共同守护地球洁净，兼具寓教于乐的意义，进而可以达到零废弃全循环的目标。记者吕慧吉安乡报道。